欢光临耶！又到了谁来我家这个单元。我发现你要有帅哥你才会出现，对不对？有帅哥你才会来主持。干嘛这样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今天也是去看重播。平常对对对对，然后刚好这一集又来了一个。红帅哥，他这一次之前的来宾怎么了？没，之前都很帅，但是这次真的更帅。有包袱，不要着急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欢迎来宾，网红帅哥思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思成，然后我带来我的新作品叫《天才女友》。这个单曲呢，已经在各大数位平台都已经发行了，然后在 YouTube 可以看到我自己制作的 MV，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，耶！天才女友怎么样？很想问，所谓的天才女友是天才女友是条件是什么条件？天才女友就是你自己觉得她很正，就是天才了。哦，所以要正才是天才吗？那如果她自己觉得她很正，那可以。像我是。我刚刚是这样子，对，哦，对，也可以啊，很偏，但是性菜偏菜，欸，真的，合理，也是女的，也可以当朋友，嗯，全部条件都符合，就差在人家不喜欢你。他的不是，不要这么快就拒绝嘛，先相处。他的不是女友，他超淡定的，然后放好。他说这个阿姨不要吵了。啊，我一开始以为他真的很年轻哎，哇，你看起来真是保养超好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也没有什么保养了，对，就是天生丽质，也不是这样讲，天才男友了，没有，之前我是一个男团的，就是其中一个主唱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已经待了大概五六年了嘛，然后团体解散之后，然后现在自己一个人然后做唱片，好了，所以这一次发片是大概是想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对自己？塑造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？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就是嘻哈的时代，然后就是很多歌手都以 rap 为主，或者是说他们都会加入一些 rap 的元素。那我自己就是还是蛮喜欢抒情歌的这样子，对，因为喜欢流行嘛，喜欢这样子类似的这样风格。然后我自己。这一张其实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做好玩的做心情，对，因为它只是一个，它其实就是一首单曲，然后之后我想要做一个全新的专辑概念，然后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来这边宣传跟大家分享，一定要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，因为这个是算是我心情小品啊，对，大概听到那个有上大热门有唱，对不对？有听到。对，片段對對對很好听，所以这一张单曲叫《天才女友》，然后下一张单曲是《天才女友的条件》，就对了，然后十个条件，不要再卖关子，不然我们就直接先来听这首《天才女友》，好不好？耶！其实《天才女友》这首歌呢，是在讲每一个男生心中的小剧场，所以你是否有曾经偷偷喜欢过哪个女生呢？有哪样的感觉在你心中，但是你却想不出来，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回忆。像我就把它变成了一首歌，希望你们可以听听看《天才女友》，耶！视线都越看越近，怎么是零点几？到底要咖啡还是你？我话都说不清，伤口味总是甜的，站在面板搞一片子。你的声音听了听的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说的。天才女友，相同的浪漫的理由。是我天才女友，想做那么浪漫的理由。上天梯，别人也睁眼，而面向也看见。可你要记得，有人在等你呢。这个夜也飞上天梯，别人也睁眼，而面向也看见。可你要记得，有人在等你呢。终于等到学习，我爱的感觉落地，你总是真的不在意，都是我太多心。
像是过了水彩天难，转到了空里边子，我还是要学会习惯独自成为等你的谁。有想偷偷抢盘的理由，到底是我天才女友，想偷偷抢盘的理由。给你我全部，这剩下的旅途，一步一步，想做单枪保留，你是我天才女友，女友，喜欢的无聊可就像神咒语乱乱流过，你是我天才女。有想偷偷抢盘的理由，除了发单曲之外，我们还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你有没有你的其他的才艺。哎呦，大把其他的才艺，其他的才艺就是我们要来玩游戏。多春雨的才艺，跟多春雨啊，可能画画啊，可能心机重不重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跟音乐没有关系这样。对对对。OK。不是嘛？音乐都这么厉害了，我们要往别的发展一下嘛，做全能的啊，综艺综艺，对，玩一下游戏。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做。我出歌词，你猜歌名。试一下水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第一题。抢答还是要第一题哦，歌词。所以我们听你念歌词。对，我会念啊，给大家看這樣子。好，写的人手速要快。来，也不用了。看到我脸，看我脸上的苍白。看到记忆慢慢，慢下来，没有那个，快，举手，快，我们来宾，还在，来宾可以举手，来宾可以举手。好了，我喜欢。他们先，你们不要自己玩的很开心。他们两个，你们要在干什么？你们要理一下那个思辰，你们不要，他们两个太开心了，你们不要太开心好不好？我帮他服务。我们自己玩的，让人家写，让人家写。所以谁比较快啊？没事，我们刚刚已经同时都想到这个答案。对，真的吗？太简单了。哦，没关系，这示范嘛。投降示范，示范，超丑。来，写出来要唱啊！写出来要唱。那个是什么字？倒数。怎么很急的写倒数？又不是邓紫棋。我写错了，还很得意。倒数，可以，没有，是因为水笔没水，让我很。思辰对一分，不然这样子，他们才对思辰唱。哎，对，肯定有画面。他们对什么？好，合作。如果我记得怎么唱的话，好，来。如果不唱一段吗？在你后面帮你再唱。不用，可以。在前面都可以。可以不用。我已经画在他前面。不要，有点恐怖，好不好？你们吓死他。终于看开，回不来的。等一下，他下次上节目，他说今天是谁主持？谁可以借我一下？可以，你先。天哪！好，下一题，还是你带来的。下一题。好了，我们正式开始哈，下一题，肩上沉重的行囊，盛满了惆怅。这题很简单嘛？好难哦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先不能翻啊，先不能翻，三二一翻啊！来，我们故意写错字，这样才会输。他先的，故意写错字。哦，太让了。哪一个飘？你们那个北漂的漂，那个漂，北方。哦，你故意写错。掌声。多谢。哇！思辰，欢迎上来。我们唱 rap 那一段。这怎么唱啊？有人说是哪段？有人说他老家欠了一堆钱，需要避避风头。不是，怎么都是我在唱？这样要唱到这一段，要唱很久吧？真的吗？要唱很久吧？这段是我的歌。哦，是这段哦。对，唱一下。我要把它唱完，是不是？唱副歌没关系。飘向北方，别问我咋想。
告诉古老的山墙挡不住忧伤，我飘向北方，展翅风无恙，将沉重的行囊存满了惆怅，我飘向北方。Yeah! 刚手的离人家那么近，这样故意的，怎么样？啊，这么直白，这样 OK。所以刚刚他们得分嘛，得分得分，四成组一分。来，恭喜，恭喜。没有，那我们的那个什么主持人组零分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客气，没有客气。对啊，我们没有在放。暴行一波。好，接下来这题。你可以念出来吗？天干物燥，小心我爱的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我爱的火烛。啊，王力宏，他唱出来了，是那个吗？是什么？噔噔噔噔，答案。我不知道哎，乱写一通啊你！哎，真的。是什么？是这个吗？哈？啊，是什么？我们都答案都给你们了，还要给你答案的，还是什么？哎，亮成亮成这样，天哪！发言了。忍不住了，真的忍不住了，这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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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不是打情骂俏，是讨厌我的打，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开玩笑。我怎么知道他那个歌？我刚差点打，应该是吧？哎哎哎嘞！喂，有没有搞错？你们哎，你们是你们是认真的？你们是认真的吗？是这首？哎，我们答案不是这首，是这首哎，写答案的，这首答案是给你们，这首答案是 Only You， 对啊，应该是 Only。对啦，所以这首可以改掉啊，全错哎。Only Only， 对对啊，这首歌。我们输了，我们输了。相信我爱的博主。好，这样我们连亮分都没亮到，那算我们对。我想说你为什么要写 Only？ 不然，我们想说你们，我们比个三题好了，刚刚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来啊。内心疏远足够秒杀，外表多浓烈。太亮了，我是林俊杰的脑粉哎，脑粉。哎我。我们真的是很色哎！你们怎么都学不会呢？对啊，奇怪的题目都学不会，好烦哦！开玩笑，对不对？跳过，转，太随便了，转什么转？他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，你还是我会打你，是对不起，是生气，生气，打你啊！他们都把球丢给你，我还把他踢走，什么是什么？他说你总是学不会，你知道吗？学不会 ，OK 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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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哪！哎，你们是很乱，对不对？那个上面字很丑。好了，漂亮的人总是有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算资深来宾队了。我忽然觉得这题好难哦。为什么？很难吗？我突然觉得好难哦。还是因为你觉得队友有点困难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也不是啊。就是这个阿姨有困难吗？其实这题是有难度。其实这题中间应该是要主歌前面，这应该是要林俊杰的粉丝才会唱。他是 Bridge 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他主歌。内心疏远足够，渺小外表多浓烈，才发现爱你。我们是驻唱嘛的。好了，不然来一个最近的歌，好不好？新歌，好不好？让你们挽回一场，好不好？最近绿色，好绿哦，这画面。然后这个应该很好猜，哪朵玫瑰没有歌词嘛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让他们对一下，好了，好，让我们对一下。要唱啊！哪朵玫瑰没有荆棘？噔噔，这是什么 ？OK 了。好，搞搞清楚，搞搞清楚，等一下来，为什么会那么想打他？为什么会那么想打他？你要唱，好好笑啊！没有没有，我们要唱，要唱，只是不管做什么都想打你。我们不要再让思成生气下去了，我们先让他唱一首歌。你给他点时间好不好？我怕太气，让他冒火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是。你看不到的天空。哎呦 ，Yeah。其实呢，我今天会选这首蔡明佑的歌，是因为我以前就一直很喜欢他的音乐，然后我觉得说，他这首歌可以展现我声音的穿透力，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让我有感受到他歌词里面的一些意境，让我有孤独感，就是在孤独中呐喊的感觉，然后又非常的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听一看。用你的目光看海，可
富有快乐的地球人，不断从我的身边经过。对你还能怎么做？能怎么做？做什么也都不够。他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。我的表情并不多，心也不痛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。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，看着灿烂的烟火。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。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坠落？在倒数时钟，我剩下什么？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但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。说能怎么做？说什么也都不够。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。我的表情并不多，心也不痛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。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，看着灿烂的烟火。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。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坠落？在倒数时钟，我剩下什么？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但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。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。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坠落？在倒数时钟，我剩下什么？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但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。我该如何去面对整个世界的寂寞？好了，来，接下来这题，就算你不会知道这首歌唱完的是我，他写四和弦呢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以为是罗志祥的歌？你乱拿、啊，你以为是罗志祥的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把很多罗志祥的歌词写起来，怎么这么尖？哎、欸，不，忘了昨天没有，哎、欸，他写这首吗？哎，哭什么？哎、欸。可是，是这首吗？不是，不小心一下，怎么掉地上了呢？哎呦，对啊，哎，我觉得我们输了，我觉得我们输了，没有，哎，快点看你的字啊！
算了，我觉得输了就输了，输了就输了，不能输，你不能输啊！没有，他太明显给我们答案了，不行，我不接受这样的羞辱。没有那个镜头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这样子，我不接受这种羞辱。玩游戏就是要这样。对，我刚刚已经羞辱了三四题了。他没有斗志，你这么喜欢，想被羞辱？他有斗志，因为我一直看我们的队友被羞辱。所以我突然想打你啊！对了 ，OK， 自己想揍你。好了，大家这里是对的，如果没有写谢和弦的话，对啊。其实他是那个啦，备胎，这首歌是备胎。就算你不知道，只是他说的是这句吗？这首歌唱完的。我们现在讲完之后只会唱，我不会唱歌，所以算他对了。就算你不知道，这首歌唱完的是我。刚刚这一组有点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宾组有点呛。所以我们要看看他们的心机是不是其实是很深沉的。我突然间觉得其实真强哎，怎么办？好，来来来，让我们试试看什么游戏，什么游戏？好啦，什么游戏？这个是谁是卧底？哎呦，这个好玩哦，这个好玩。谁是卧底？你会吗？没有玩过。来解释一下，这个很有趣，就是呢，我们会拿到每个人会拿到一张纸，纸上面会有一个东西，那你的跟你要觉得你跟大家是一样的。然后你要听大家的线索，你只能念你那张纸上面的一个，就你看到那个词或者是一个东西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啊，不要讲得太明显，让有一个人会不一样，只有一个人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白，有一个卧底，没有白，有一个人是跟大家不一样，但他会雷同啊，方向会是一样的。那你要想办法不要被卧底发现答案是什么，对。但你又要找出哪一个跟大家不一样，对。有懂？玩一次就知道了。那假如说我是卧，假如说我是卧底的话，我要干嘛？你要想办法。你不会知道你是卧底，但是你就是要讲你里面的词的一个词，比如说你要确认你跟大家一不一样。对对对。你要从听大家讲的，然后大家要找出来谁是。对对对对。大家找不一样的那个。好，那我这放前面。不能讲太明显，好不好？玩一次就知道。对对对，这很简单，容易容易。那我们就抽吗？就大家也没有在，什么多张？没有选，对对对，没有选。我还没。哦。要被旁边看到。这不是很。很透明吗？不可以被旁边看到。蛮透明的呢。啊？哦。啊！天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全部闭起来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翻开吗？简单。全部眼睛闭起来哈。简单。嗯。好。我是五月天哦。不要这样子，破坏游戏体验。好，哎呦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大概五十个字吧。五十个字，不要被骗了，我要。好。嗯，到我了没？好，今年。好，可以了。嗯。好。我觉得我刚露出好呆萌呢。呆萌 ，OK， 大家好。那就从你开始好了。好。好难哦。你想一个词。想一个词汇。不要不要再打开了，不要再打开了。不要再打开了，是不是？怕被看到，对。还是你忘了里面是什么？好难哦、喔！不是女生。哎呦！啊，换我了，是男生。不会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可以吧？合理合理。对，我认识的。哎呦，认识的，认识的哦、喔。都很高。都很高。嗯。是团体。团体就是二十嘛。我的纸上面有英文字。你纸上面有英文字，嗯、我纸上面有英文字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抓？你怀疑我是不是 ？OK。我们一轮之后就可以。一轮，你们有想抓吗？你们有没有觉得谁是卧底？没有，前面蛮模糊的，不然我们再一轮啊，我觉得。你再一轮吗？前面的很难。好，那今年再一轮。啊，这个英文不是啊？啊，你该不会念那个英文吗？哎、欸，他也可以，他也算是英文。啊？什么？哎呦、oh, 是不是跟我不一样？ Oh, 原来如此，哎，还是我跟大家不一样。第一个字跟国家有关。哎呦，嗯，这好难哦！我想一下，英文，嗯，他们前一阵子才发片。OK。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么简单的答案？他是要抓的，要抓吗？玩完这一轮，玩完这一轮，玩完再抓。大家都很想抓，很帅，已经有兴趣。他们最近 IG 都 po 刚起床的照片。哦，这么深入，怎么了解的？看到。我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讲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，他们是歌手，歌手。他恍然大悟了。好，来，你好，所以我输了吗？你只要自首
分手是不是？因为我通常拿到跟大家一样的。你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来来来，好啦。男团，男团，男团，我刚刚讲过了，讲过了吗？男生团体啊，男生团体啊，缩写男团。烦呢、欸，好了，我们直接抓了，我抓他，抓爆他，是你是 top one 对不对？对，你是 top one 对不对？这是我一下就忘了，因为他说他纸上是英文，英文对啊，就不对了，谁是英文啦？他刚刚说他认识的时候，我想问应该是他，结果他就讲他只唱是英文。对啊，我们都是泰坦了。泰坦，你的什么？这也算啊、，Top One。好啊，原来只有青年没有抓到我。我有抓你啊，你讲英文。可是你刚刚说是英文啊，这也算啊，他不想说泰坦吗？所以我一开始就在想 Gotcha back， 要面，烦死了。我们只有一题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们好像只有一题而已。对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尴尬，这个这么好玩，意犹未尽，还想玩，意犹未尽，还想玩啊！不然这样，我们怎么这样放回去重启？怎么玩啊？这个怎么又爆了？好烦啊！好啦，不然这样，我们再让思晨唱一首歌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肢体动作，好不好？好。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等一下看看嘛。好吧，反正一直问。好了，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是。接下来要唱的，我要唱哪一首？啊，我想起来，这是我们在我们的麦卡贝里面大概被唱了八次，500、900次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多次啊！大概每一集都来宾都会有人唱。好吧，那我还是唱这首，还是要换手？没有，还是唱这首歌。听一下啦，这样唱，对不对？才要怎么样？才要比较，我们才知道前面唱的没有那么好。对，我不敢说。前面都自己人，前面都自己人，可以。还想跟过去？好了，这首歌是周星哲的歌曲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首歌为什么会唱？因为他最近真的太红了嘛，红到一个不行，大家都想要唱他，所以我一定要唱给大家听听看，怎么了？让大家比较一下，就是我的风格是怎么样子的啊？那你们会喜欢吗？听听看，怎么了？
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热爱着，热痛着，苦笑着，你走了，我们约好了，要比我快乐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，遇见更爱你的，飞翔着，不想说你不会懂，请别可怜我，受伤的我，究竟需要一个人多少年去度过？我不想说你不会懂，请别可怜我。谁说我一定要永远想着我不想？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，最后用力给祝福，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。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追求不自由幸福？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一步，我们怀念什么？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，才晓得。可能每一个人唱歌，每一个人唱不一样的味道。我刚才想到你有唱过的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唱的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唱的。OK 啊。好啦，我们刚刚说要来看看大家的肢体，哎呦，对不对？肢体动作啊。你们要直接玩我的游戏吗？可以先玩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。有趣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我怕你们会练到疯掉。不，这样。我可能等一下会一直 NG 之类的。那我衣服会往下滑。就你等下解说完。哎，应该是不会。解说完我们就玩别人。解说完我们下次再玩。那我要讲了，这其实是一个韩国欧巴教我的游戏。哎呦，对，因为他说他们韩国人喝酒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玩这个，这个游戏叫吃西瓜。然后我们就是吃西瓜，然后这个是左边，就是往左边插嘴，往右边插嘴。哎呦，然后这是往上回转。哎呦，对，往上回转。所以假如说我们是一个圈圈的状况下，我会传给你。然后你就要往你那边继续沉下去。我不可以再往。你不能直接这样子，你不能直接对撞我。只能回转。你只能回转往上，往上就是回转。我是不是？没有接起来吃掉。没有这么东西，好好笑。为什么这么想打他？你看，好好笑。不是我的错吧？在我坐中，不是我的错吧？要吗？不用，我觉得这样距离比较好。不然笑太近了，这样不好打。对。好。好啊，来来。好来。那我们从四川开始吗？好，那从我开始。收的先来。你们要训练你们反应哦，好不好？不能对撞。我们先六十速度就好。假如说他往那边过去的话，那你就要往这边接回来。60:16。太快。直接这样。好，开始游戏，大家一起吃西瓜，吃西瓜。你加速哦。笑屁啊！为什么你要一笑？笑点在哪里？打他！打他！笑屁啊！笑这么大声！麦克风又爆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为什么要一直笑？他是下班还会陪麦克风的。吃的太开心了吧？太好吃了，真的很不会打啊！哎，我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就是反应最慢的那个人，大家一起打，跪在这边捏耳朵，然后大家就乱打。哦，桌子受的。OK， 好不好？不，小心。哎，我们要不要一人一只啊？
没了，这边没了。后面还有工作人员说我也想玩，然后我一圈打我，大家都想打我，都想打你，拖台前，他们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我看到经纪人握拳。好，那我们再从头一次哦。好好好，那一样从头。那换谁先？刚刚笑最大声的先。好，先。仔细乖呀，仔细乖。我错了，出来了，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么快，是要跪的，一定要跪吗？对，跪的。哇，他直接把哇，哎，不是跪在桌上吗？我怕桌子受不了，你有确定桌子 OK 吗？这样大家会看不到你啊。他打几秒？可以可以。哎，你这样跪桌子是帮他业配，他可以撑。我们要打几秒？这个东道家具的桌子 OK 吗？十秒是好，10秒。10秒太久了。倒数开始。棒子好软哦！对呀，你们太恨他了，10秒哎，10秒太久了啦。我觉得你们好客气，对对对。好了，我们太客气吗？没有，我们在等，我们在等他来就不客气。我怕等一下下来你会打最用力哎。啊？我怕等下气炎下来你会打最用力。不会了，是正常的。哎呀，很好笑，看来我们玩游戏比较残忍。看你们吃西瓜，吃西瓜。你那是什么东西？对，你没有声音。哎，反应太慢了，丑一哦，丑一，哎，反应现在反应慢，丑一，丑二就打了，丑二就打了。对，再挑一个人出来打。然后不可以这样，不能这样哦，要有声音，要有声音。好，就是我，哎，从你这样。你好紧张的游戏哦。吃西瓜。我又错，我又错。哎，不是你们奇怪，来宾来一直给我特写，让他丑一丑一，我丑一啊，一个错一个丑，因为你太慢，那你要被打了，太慢，一个错一个丑，我被打，你要被打了，对，你们奇怪，你们会认真玩啊？不是，我们能不能玩一个跟音感有关系的游戏？没有挑战性哎，预备开始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哦，这样不好看啊。好了，10秒太短。10秒又太久了。对啊，为什么10秒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他们很坚持要10秒。OK OK OK。好了，快5秒好不好？他打完之后5秒这样。哎呦，好，换你。还是我？对，一直都是我。吃西瓜，吃西瓜。我又错了，你们在干嘛？我又错了。不是，好几个人在比。等一下，倒带来，我们请看 VCR。没有 VCR， 不是啊，刚刚你们全部每个人都在讲。我讲，他丑一，我错，来，好。他错吗？他没有动啊，期待很久，刚没有动，什么打？他反而不想打，打20秒，20秒是多久？他刚才打的时候，我打歌吗？打到40分。好，打满12分钟。我边打你边唱，有一种悲伤。曾经，我们这一场惩罚可以只打脸吗？你要打我们的脸，我靠脸吃饭的。好了好了，卖脑袋。五八。5秒，好好打，3、2、1。有一种悲伤。又不是你的歌，为什么是打这首？好烦哦！哎，回去了啦。好了，好了，棒棒呢？回去了。太好笑，太好笑。我发现到这个游戏会针对某一些人，你是针对我，就是而且你不会转给他，我会错，对，对啊，好，等下我们换人开始好不好？换这样开始是打我，其实因为你刚刚没动啊，因为刚刚到你的，对啊，这样子啊，对，那你所以你刚刚那里乱掉是无所谓，他刚刚自己在玩自己的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局，最后好好笑，好了。吃西瓜，我看哪一集啊？可不可以好好先吃西瓜？吃西瓜。刚是太慢了。好，他又笑，他又在笑。我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刚到你了。打了，没有了。到了，上去吧。上去吧。在水里难过。好了，不要闹人家。打你了，不要。跪好，不要这样，因为在东道是不是？东道家具，差点。好了，3、2、1，好悲
等等的那种好难过的好难过的表演了，可以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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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，回去了，太久了，大家不想打了，奇怪，来宾都没有特写，一直特写，我们暴怒哎，好笑，好烦啊，可以拍那个思成。暴怒的表情啊！其实有，其实有，超生气的镜头，出贴图，爆金了是不是？没有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会生气，真的是会生气，爆青筋，耳朵都红了，会不会其实是害羞你误会了？我觉得你误会蛮大的，你误会，你误会我们大家了。好啦，我们原本的游戏是什么、啊？你干嘛、欸？游戏干什么？原本掉，原本上我的人都不会承认，我可以接受这个。你可以打他。你赶快介绍一下我们原本的游戏。刚刚有人说话吗？OK， 我们选择忽略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害羞的。刚刚要玩什么？啊？你要玩什么？哦，对，刚刚要玩游。肢体。好，我们要玩比手画脚。好。哎。对对，我们要比，那是电影对不对？比电影，然后猜。就是题目是电影，题目是电影，然后我们要用笔的，不能讲话哦。我太难了吧？用笔的哦。那为了节目效果，那一样你们一组好了。你们问来宾受不受了？受得了吗？你会不会受得了吗？你不怕来宾下次就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他笔就好了。哦。我这么动态，我的衣服就拉好。不要一直。好了。多了。先示范一题。好，我们先示范一题，然后你们看要怎么玩，好不好？是。我们来比最快猜中五题的。五题。五题吗？猜半个小时。最快猜中四题的获胜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示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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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啊，谁计时？没有计时。不用，示范一题而已。示范，这个我之前看过。噔噔噔噔噔。两个字，一个字。歌，第二个比较好比吧？是心。第二个字比较好比吧？第二个字很赞。哎，第二个字刺。啊，我们来打他。砍。你的词汇量很高。我想不出来要比什么。紧张。两个字而已呢。两个字，第二个字都出来了，电影呢？什么？沙袋！哦！你们有机会赢啊！有机会赢！你们会赢！好，那我们先让会啦哈！我们先让来宾主来，先让来宾主，因为主持人足够丢脸，我一集就快挂了，我一集一题我就要。来，你们三个，来，那就好来 ，S A 计时，就轮过来，哦，一直轮掉，来哦。哎，题目在哪里？没关系吗？因为每个人比不一样。好，我计时哦。来哦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这个简单了，多难。玩命啊！我就可以讲出来吗？蛇，我们可以干扰，金干扰，冠，不要。惊天动地，惊天动地。你要，我是在想还是在比？第一个字。鸡，我觉得这题蛮难的。对，这部题蛮不难。不难，鸡不可失。哎，有啊！好不好？去哪里？有，太厉害！我换，聪明。所以换你猜我。快，现在计时，现在计时，好，现在计时。啊！哇，这太难了吧？第一个字不会啊。拉，第二个字拉，色，拉丁文，弓，弓箭，弓箭，讲第一个，弓箭手。是拉吗？对，拉。三个字，打。哇，这很会，哎，厉害。阿拉丁。两题。好，然后你就前面。等下，我们一个人就20分钟了。来，其实他比人好，厉害，比人好。我没有想到，好，这片很好看哦。四个字，那是第一集。四个字，你不能讲话啦。哎，对，怎么比啊？加鸡公，机不可失。好，卡了。尖，第一个字，尖，尖峰时刻，三，屋顶，哎呦，衣领，让我们算两题，拜托，只能换一题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，不然我们没有题目。好，这个好简单啊，这可以，这好简单啊，很简单，你可以讲几个字就可以，嗯。这是什么？你有没有？惊奇四超人？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片？四超人哦，惊奇四超人类似。怒，不过这部片有点老。复仇者联盟。啊 ！OK。三题。
三题哦。没关系，我们会输、哦。这好简单啊、哦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蜘蛛人啊。蜘蛛人，这样。啊，赞。你要先说第一个字。第一个错 ，X 战警。错。对。哎、欸，其实算快，没了，是十七秒，两分十七秒，算快了。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认输吗？没，不行，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笑一下。为什么？我们还是要出来让大家笑一下。好哎、欸，我先比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至少可以对两题。这很快哎、欸。这换我帮你们计时。你们要记一下你们时间的。他们刚多少？两分十七秒。要吗？不用，不行，它里面还有。好，题目够，题目够，四题。最近电影看很少。十。我看大家这个电影没有很新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個、可以。这什么？这不来了吗？几个字？好长哦。3、4、5、6。等下几个字？1、2、3。七个字。晨曦的梗哎。七个字。哎，这就有七个字的。有。第一个字是。爱。英文。M。可以讲吗？不可以讲。M。M A， 这个太难了啦！不不，这个、欸、这个他知道，这是什么？这他知道，这是什么？我们不能怕，这是动作，是不是？不能怕。站 M， 七个字的电影有什么？其他字。啊，这好难的。那个第四个字是天亮。叮叮叮叮，你为什么帮我们的？星星哦，不要帮我们是不是？哎，星、哦，你们还要干扰我们这样？为什么？第二个字啊，原来是要干扰啊，头痛。第四个字是星。啊，你们故意的，故意的，真的吗？官主果然就是官主的身份，没有办法放下那个。哦，这题很简单。我知道。哎，你知道？四个字。哎，四个字。第一个字。下金金奇队长。哎，对。哎呦，太难了！1分20秒，真假？那哎，一题而已哦。Yes, 什么单词？而且我们一题而已，五个字，圆。第五个，圈圆。是圆吗？是圆，是圆。对。什么什么圆？这个怎么？来，玩具总动员。好强哦！好难哦！完了。哦，这个，哦、这个他已经没看过了，而且我们已经 pass 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啊，四个字，第二个字，什么？三四，三四，很难嘞、欸。对，这怎么比 ？pass 啦。没有，没办法 pass。没题。名侦探柯南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看人家的样子就知道。你在演什么内心戏啦？谁知道啦？梁朝伟啊，梁朝伟？OK OK， 哎、欸，他们已经输了、欸。哎呦，我来了。特写，特写。第一个字。哼。啊，这个厉害哇！没有想到哎、欸。错。文。有，好厉害哦。他刚刚有说到，你刚刚有说到文吗？不是，第一个文，你刚刚说的，汉下面可以接什么字？哦，然后第二个字，第四个字。汉什么武？他脑中没有这个。汉什么武？他没看这个电影。我觉得是队友的问题。我觉得是他的问题。好，那来宾队获胜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激怒你了。捍卫任务。你有看过吗？哎，坐公车的，哎，就是一直打。好了，输。其实我也没有看过。对呀，这太难了。骗人。对，好好玩哦！捍卫任务三，来给你们玩游戏哎！最近电影好难比哦。啊，对啊，这些电影都前阵子，我觉得都一样啊。前阵子那个超人电影很多都超好比，对，蜘蛛人啊，钢铁都超简单，蜘蛛人反手动作就知道了。我要叫回神，你要回什么？捍卫任务了，捍卫任务。哦，好啦，我觉得捍卫蛮好的哎。对他比的很好，可是这一定很香。我以为这是什么文什么东西，没有人理我。捍卫任务，没有人要理你。对，没有人要理你，没有人有。好，你们我说师承的汗很香，经纪人要过来是哎，你可以打他，没关系。捍卫我累了，我为师承捍卫的任务，已经累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让这个师承再唱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，停损点送给大家。那接下来这一首是我的全新创作，但是你们一定没有听过，也没有上架过。这首歌叫做《停损点》，它在讲的议题啊，就是在说
两个人之间多第三者，但是那个第三者是他的前任。哇，你可以听听看这个故事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关于你和他的之间暂不善变，我笑不可怜，犯规独自了解走远。关于你和他从前的从前，不必和我说抱歉，我只恨周围没那么快改变。没想过双手是寂寞，呼吸变得稀薄，为何他出现在我们之前？关于没我牵着你的手，难过还没人摸摸你的头，深深记忆起那陌生的脸，是完美的停损点。关于没我牵着你的手，听电话的泪也从泪流。只是所谓的停损点。明的街头像一场梦，却空空空。冰河拉罐啤酒，天色变暗而清凉。天下的概念过得不是还没活的心就过了，不是害怕挫折，但还是变成过客。放下想着你我以为的天，装傻没了你我也不会现。猜你在干嘛，时候笑着他静静等着你空出半人床。没想过双手是寂寞，呼吸变得稀薄，为何它出现在我们之间？关于没我牵着你的手，难过还没人摸摸你的头，深深记忆起那陌生的脸，是完美的停损点。关于没我牵着你的手，听电话的泪也从泪流。只是所谓的停损点，谁说都不会对，最后的风度是对你的了解。陌生的脸是完美的停损点。关于没我牵着你的手，听电话的泪也从泪流。只是所谓的停损点，停损点。介绍一下要去哪里，可以搜寻到你的更多的资讯。对，其实我已经有数位上架，所以你在所有的数位平台都可以找到这首歌，叫做《天才女友》，然后还有在 YouTube 可以看到我的 MV 哦。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思成来我们家玩，而且又听到新歌，非常的好听哦。期待整张专辑的时候再来玩，再来玩。嗯，对。他可能再排我，应该没有他了，应该没有他了。那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给阿姨一点机会嘛。好 ，OK。好了，那如果大家还有希望谁来我们家玩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
每周，每周主持人，主持人，每周六晚间七点半。想刚刚捍卫任务，不要再捍卫任务了。每周六晚间七点半，记得锁定我们的《先生天团》，欢迎你。